返场渡劫进贺兰，确实出牢很开心，他们很开心，我们也很开心，你们也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对，啊，除了我不开心，你更开心，对，啊，现在这个我现在的相声演出就是他带动所有观众玩我一个人，啊，开始，这个，我哪会呀，练呀，开始慢慢练，今天你踩在报纸上，往下啪来一下，踩在杂志上。抱歉，两本杂志，一块砖头，一个凳子，一个沙发，埃菲尔铁塔。天哪！我现在开始从埃菲尔铁塔，我开始练劈叉。就我这个腿，哦，到这天了啊！对呀，你再往上举还有量，你是没量了？中中半块，这差不多，哒哒哒哒哒哒。再来，看这个话筒没动吧？嗯，拿。拿脚扒拉杆儿，拿脚扒拉杆儿可不行。你怎么练的？观众都知道拿脚扒拉杆儿。是被给你设计这个包袱，我不是希望你在这说我，我还不知道拿脚扒拉杆儿吗？真拿我当傻子了。